谁开枪的？我没开枪。啊，我中弹了！胡教总部，刚才我们队长被人一枪叭下给定那儿了，好像死了。那个，你问问总部晚上饭还做不做？做几个人的？得做呀，队长那份我吃了不就完事了吗？那么能塞呢？啊，都啥体型了，衣服都塞不进去还吃呢？哎，呀，队长复活了！队长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打哪儿了？打哪儿了？腿。你打腿上了，你捂什么心脏啊？新发的裤子刚刚哭了，心疼啊！长心呗，还寻思哭这事儿呢？你说你，快点救我呀！队长，你忍一忍，我把子弹给挤出来。挤闷头的。队长，我拿勺给你㧟出来吧。㧟西瓜呢？啊，这也别着急，咱按步来行不行？行。是不是现在打点麻药啊？疼啊！这荒山野岭，我上哪给你找麻药去啊？我说你是不是傻？你快站给队长干！哎，这麻药多好啊！你懂我？你别恶心我了，快点的吧。那个，你看啊，现在咱们条件这么艰苦，如果伤口感染的话，会危及生命。对呀、啊。下面怎么办？我建议，果断点，截肢。这个主意好啊！这主意好，这主意好。怎么解？从这开始，解到这儿，中弹的办事儿就不要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啊？那创伤面多大呀？依我看，从这开始解，解到这儿，知道吧？下半身扔了，不要了。有道理。你俩的智商得钱治了。从这儿截到这儿，下半身不要了。对呀，队长新发的鞋搁哪儿穿？是不是可惜了了？有点浪费。有点浪费。我告诉你啊，要想创伤面小，而且病人还不痛苦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你说，把中弹这轱辘撅折扔了就不要了。同意？反对？你那意思是中弹这轱辘？咔吧撅折不要了。对，我这小腿往哪儿练？那我都没想那么多，最起码你鞋保住了。那我也不能揣着袖手拎着鞋呀、啊。那个老郭被你踢了吧，你找个刀把子弹取出来不就完了吗？刀呢？我哪有刀，是勺。啊，队长你有刀吗？有刀。队长有刀。刀搁哪的？拿着呢。啊、哦、队长，好，刀搁哪呢？哎呀，那石头后边呢？石头后边。那个，下手啊！不是那个，你看你，我那个你胆大，你来。谁告诉你我胆大呀？你来。你来。你来。我来。你来。你来。这还没有子弹呢，队长要是醒了，一大嘴巴能踢死你！踢我干啥呀？子弹搁这腿呢。哦。整出来了，取出来了，完事，快点！去你那边试衣服去吧，快走！完事，队长，出来，子弹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好。队长，不用死乞白赖夸我俩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好疼啊！为什么这条腿比这条腿还疼？你问他。那个转移了。这玩意能转移吗？你唬谁呢？那个队长啊，你别激动啊。要是按刚才他俩的计划，就是你后半生就坐轮椅了。你可拉倒吧！要是按我刚才那计划的话，从这往下都不要了，那哪还能坐轮椅了？那我得给他搬上去。队长，谢谢你们保住我的双腿。队长啊，现在情况非常紧急，我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你腿还受伤了，要不然咱们撤吧。对呀，不对，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？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我一定带着你们冲出去，还能有希望吗？
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哎，我说你们这些军事发烧友可真逗啊！闭馆了，下班了，赶紧快快脱衣服，赶紧快快。来，那摇半个点呗。饶什么半个点？脱衣服，赶紧的，抓紧时间啊！来，这人，快快抓紧时间。心就在，梦就在，大不了从头再来。这张配上音乐，是不是特别悲壮啊？别扯那没用了，回家该做饭了。你家孩子都饿狼娃的了。没人跟你俩玩了，还得装山炮配合你呢，这个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这配上音乐肯定好卖。